大家好，我是台逢国际法法理建国连线黄胜峰。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中华民国可以透过片面赋予台逢住民中华民国国籍而取得台逢主权吗？那关于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在讨论的题目的原因在于，这个中华民国呢，它常常在主张，就是说在讲台逢主权的时候呢，他会讲，就是他透过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哈，然后降服文书啊，然后呢之后呢这个中日合约，然后取得台逢主权。那他在里面他才会讲说，他在1946年的时候啊，甚至于说就在1945年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台逢就因为这个台湾光复啊，然后呢所以呢就已经回归这个中华民国啊。那他会讲说，因为他后来呢就是已经赋予了那个台逢住民呢，就是恢复他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国籍了啊，所以呢认为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台逢主权呢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呢，然后呢就归属于中华民国啊。那在这地方呢，我们要直接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国际法上呢，这是办不到啊。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呢，可以透过赋予某一些人哈，他的国家的他自己本身国家的国籍哈，然后就取得这一群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主权啊。那其实呢，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呢，他其实是在这个1946年哈1月12号的时候呢。中华民国行政院呢，它发布一纸行政命令啊，然后呢，所号称就是说，恢复所有台逢居民啊，他的原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啊。那在这地方呢，其实有一些地方蛮荒谬的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要恢复所谓台逢住民的这个国籍的话，那首先当然台逢住民他们要先曾经取得过中华民国的国籍嘛啊。可是问题是，中华民国呢，它是在1912年的时候出现的啊。那1912年的时候呢，这个台逢住民呢，他们全部都是这个日本的国民哈。那台逢住民从来没有在1912年中华民国出现的时候呢，透过任何的程序啊去取得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呢，中华民国他说要去恢复台逢住民的这个国籍，基本上你也是办不到，因为根本台逢住民就从来就没有去取得过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无从恢复了。那当然，另外啊，就是说，中华民国他主张就是说，自己呢其实是继承大清帝国啊，所以呢，原本如果说是大清帝国国民的话，那他们后来呢，在中华民国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之后呢，那原本那一些是大清帝国国民的这一些人呢，他们在中华民大英帝国变成中华民国之后呢，这一群人呢，他也因此就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哈。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形的话，那可能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OK， 好，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好了，那这个你也顶多适用于在1895年以前就已经出生，然后真的是大清帝国的国民的人嘛，对不对？那在1895年。这个日本取得就因为依据马关条约取得台逢主权之后的才出生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他从来就没有当过一天的大清帝国的这个国民嘛，对不对？那既然没有当过一天大清帝国国民的话，他又如何因为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而使得他原本的大清帝国的这个国民这个国籍然后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呢？所以在1895年以后出生的这些人，他们其实也是根本你想要恢复也没有办法恢复嘛啊，所以如果照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就算说中华民国他要讲，他要去恢复这个台逢这边的居民啊，他们的中华民国国籍的话，就算真的可以恢复好了，他也是有适用范围的限制的。那当然，其实最主要、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在一个地方的住民的这个国籍呢，跟那个地方这个土地的这个主权的归属呢是两回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并不是说某一块土地上面的住民呢，他们属于某一个国籍，就表示说那一块土地上的那个主权呢就归属于某一个国家啊。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今天。对，比如说在台湾好了，我们今天在台湾不是有很多的外国人到台湾这边来吗？哦，那也许外国人他们可能在某个会集中在居住在某一个地方啊，
那就算是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呢，那一块地方的主权呢，也不会因为说那一块地方住了很多的外国人，然后呢就直接归属于那一个地方的外国人所属的这个国家嘛，哈、哦。那这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哈、哦，譬如说像在美国有非常多的那个中国城啊、哦，然后有什么唐人街什么之类的，那像这些地方可能住了一堆中国人，住了一堆华人，那难道说那一些地方的所在的，比如说中国城或那个唐人街所在的那些地方，那些地方的领土主权会因为说在那里住了一堆这个中国人，然后那地方的主权就变成中国的吗？哦，当然这说不通嘛，哦，所以呢，实际上呢，你不可能啊、哦，透过啊、哦，就是让某一个地方的居民哈、哦、取得某一国的国籍哈、哦，然后去取得这个那个地方的主权，哦、那。实际上呢，在中华民国，他在1946年，他就是恢复所谓的台澎居民的这个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呢，在那时候呢，像美国跟英国呢，他们都有提出抗议啊、哦，因为他们认为呢，在旧金山合约啊、哦，应该讲说就是在对日合约，后来旧金山合约还没有签署之前呢、啊，这个台澎的这个主权归属还是属于日本啊、哦，他还根本就没有还没有移转啊，就算真的要移转给中华民国好了，他在那个时候啊，1946年的时候也还没有移转给中华民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说要把这个台澎上面的这个根本都主权还没有移转的这块地方上面的人，你就要全部都直接把它变成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啊，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通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中华民国他想要透过这个恢复台澎居民的中华民国国籍，然后想要以此为由说要去取得台澎的主权呢，是绝对说不通的，因为在国际法上面来讲的话，这是完全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中华民国这样的动作呢，也遭受到一些国家的一些抗议哈。那当然啦，最后我们也可以举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今天一个国家它可以透过赋予其他人的这个国家的国籍，然后呢去取得他国籍的这一群人他们脚下的土地的主权的话，哎，那就很简单啊，如果说今天中华民国它大可以就是它就赋予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赋予他中华民国的国籍，哦，那如果这个讲得通的话，中华民国只要透过赋予全世界每一个人中华民国国籍，那他就取得全，他就把全世界所有的土地全部都纳为中华民国领土喽，啊，我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从这地方我们就要理解，就是说中华民国不可能透过片面赋予台澎居民啊，中华民国国籍呢，去取得台澎主权，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都是讲不通的啊。而且中华民国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还被人家抗议啊。OK， 好，那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说明到这里，谢谢大家。